今天天热，真热呀！这是给客户备的货，备的瓜。唉，没办法，这都是新农业。农业就是这，客户需要啊，你不论天寒地冻，三九天、三伏天，咱得继续开干。成熟度咋样？这嘞？差不多。差多少啊？这个你先尝尝看看，吃一个，掰开看看。你这张口可以，这个糖度可以了。挺甜的。都得找这儿拍啊。你要挑那种叶儿藏的比较狠的叶，那种在成熟度。你得先叶儿在叶边先藏，再闻那香味儿。你把这边刮早点嘞，这个早点不行，往后找。现在呢，我们这边可能这边它的这个枝条啊，这个头窜的比较多。现在我们这边这是粗放式的一个管理，这些就是全部是用刀把头烧掉了。因为现在你想让山茶果就是个比较大，口感比较好，它必须得有新生的叶片，没有新生的叶片的话呢，这个瓜它都长不大了。也就是说，它必须有新鲜的叶片制造养分，它这个品质才有保证。你看下边这边这老叶片，按这一抓粗，这叶片已经全部都是失去功能了。这只不过是现在是价值比较小了，如果是有时间的话，这叶片全打掉了，因为再消耗养分。